家去去耶。这里呢是日本的高级烧肉，如果是喜欢日本旅游的人一定会知道的，就是烧肉必朝圣之地，就是九州园去去耶这家。对，有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有比较聪明的点餐方式哦。全国有很多间分店嘛，但是它其实价格呢大概有分成七个等级。对，但是依照地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餐点是一样的，但是价格呢居然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是在涩谷西部亚店，来这里必点的就是カルビ跟特選カルビ、炭塩还有赤身ロース，这四个呢大家来这里一定要点哦。这是它的招牌菜，第一个等级跟这个最低的等级，就是一等级最贵，最低的等级最便宜的那个单品的价差哦。那个低等级的像是那个银座的那边银座就比较贵，那像它的那个カルビ就要3000块哦。那我们看一下最低最便宜的有第七等级都跟グループ，第七等级的话カルビ才2200日币耶，足足差了800块日币，差很多。然后再来是第一等级的特選カルビ是要7000块，好贵哦。然后呢可是最便宜的这个第七组的店家他没有卖特選カルビ，所以呢这个我推荐就是如果这四个菜都想要吃到的话呢，建议可以选就是第六名的，它 CP 值最高，第六组就是说倒数第二便宜的那一家，因为最便宜的那家没有卖特選カルビ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六等级的，那我们现在的这个シブヤ店就是第六等级的，它的特選カルビ呢是卖4500块，所以跟刚刚的银座就是低等级的7000块就差了好多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得了。你看一下赤身ロース在银座呢是3000块，那我们看一下最便宜的第七组有赤身ロース，哦，它才1600哎，1600已经要便宜一半了，要便宜一半了哦，喝得好夸张。那再来最后的炭塩，超爱吃炭塩的牛舌，牛舌真的是要在日本吃，好好吃。那牛舌的这个低等级的价位是3000块日币，然后最便宜的店铺呢它是2000块日币，所以这样子总共这样吃下来我可以差好多，我们算一下。16000日币，所以就是差了5000多块的。那虽然呢，就是就算是省了这么多钱，但是因为这个还是很高级的烧肉店，还是有点贵，对不对？这个最聪明的吃法呢，就是商业午餐，对 ，lunch course 是超级便宜的，真的很便宜。那它的 lunch course 的图片大概可以看看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就是有包含说，烧肉一种嘛，然后沙拉达、kimchi、ご飯、スープ、野菜。都一个，对吧？对，一个一个项目加上去了，单价一个一个加上去哦。它原价应该是7500才对，所以呢，你吃商业午餐就可以省下5000块日币哦。哦，真的，在九州园呢，只要2500就可以吃到九州园的烧肉，真是太便宜太划算了，真的很划算。好了，那我要讲。因为就是在日本各地有很多家，所以不管大家去哪里玩，应该都不难找到。真的好好吃哦，大家真的一定要来试试看。真的是好棒哦，好会煮哦。
那总结一下今天刚刚所说的东西呢，就是你想要最便宜的方式吃到世事月的话，就是吃商业午餐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吃午餐的话呢，那就可以选跟我们一样，就是选这个地段等级比较低阶的店家这样子。等等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吃的不是最便宜的吃法？对啊，因为我们是吃晚餐呢，又不是午餐啊。啊？所以现在到底花了多少钱呢？那四个必点的东西，在这个门市的话呢，大概是11000日币，然后多点一个肉、两杯饮料、一个菜、鲍鱼粥，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吃下来快要20000块。啊？对，真的推荐先来吃午餐，不然呢晚餐不小心一下子就。变得很贵，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。好，那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也分享、订阅。那订阅的话，可以按旁边的铃铛，在我们有新影片的时候会通知你哦。然后我们还有推特跟 Instagram， 就是每天都在用中日文分享一些不同的资讯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